都是收获非常大的。你皮肤看着也太好了。是吗？你看我最近在剧组拍戏，皮肤有点干干的。我平常特别喜欢用那个睡眠面膜，就这个纽西之谜的温泉水炸弹面膜，快速的补水，而且还不用洗，懒人常备。那我今晚也试一下。来腾讯视频搜索演员请就位观影大赏，参与活动瓜分30万大奖，更有惊喜奖品等你。下面呢，参加竞演的是三位演员呢分别演三个剧目。那么首先介绍第一位演员，他是 TVB 三料事后，他是冲上云霄中的苏怡，他是市场定级被定为 S 级的演员胡杏儿。哇哦，胡杏儿，哦，我的女神来了。我也是啊，也是我的女神。与他对决的演员是《还珠格格三》里敢爱敢恨的小燕子，也是《上错花轿嫁对郎》里古灵精怪的李玉湖，他是演员黄奕。接下来这位对决的演员，凭借短视频一夜爆红，在《悲伤逆流成河》当中成功饰演了学校霸王汪爱玉，他是演员辣木洋子。Hello， 大家好，我是辣木洋子。在2017年五月份的时候，因为一个视频就火了，然后才真正走上这条路。哇，真是太开心了！就。其实，在我过往演的戏中呢，其实大部分还都是以喜剧为主，会想去演一些平时根本不会有人找我演的角色。我很爱安藤英。我后来过后一想，我说跟谁 PK 来着？我说跟风月，风月是黄奕老师选的。风月，亲爱的，是胡杏儿老师选的。我当时觉得，行吧，我说要做就挑战最难的事儿。一直以来，大家都说黄奕这几年把一手好牌打烂，但是我内心就一直有一种声音，我想把这副打烂的牌一次次的再赢回来。这个跟电影里边的那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电影里边没那么多词儿。如意应该是一个感受型的，所有的戏都是在心里。我们想把这个剧情改的就是更加的顺一些，这么多的一些解释的一些话吧，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演出来的。其实他最关键的，如意就是想问他，爱不爱吗？对，你爱过我吗？有懂哦，有点经验哦。我很喜欢凯歌导演的作品，我希望可以向经典致敬。我本来觉得《亲爱的》也挺好的，但被选了。我现在回想啊，其实我是挑了一个难度高的。你们什么能力在此在公众上倾听呢？为了更真实嘛，所以我要学这个方言。是安徽话。如果能说得好的话，其实对这个角色的帮助是挺大的。当然。我记得上一期薇姐说她用了半年时间，我现在只有几天吧。阳光，你们是怎么说？阳管，阳管，阳管，阳管。我也是我。哦，我可以，我是农民，我是农民。自酒，对，土土。自酒。自酒号。19就是自酒。自酒。但是你要把这个真实感演出来，我觉得我只能尽力而为，去学好这个口音。把孩子带走。冲！拦住！你们大力一点，不然你们都完全是没有力气。我觉得真实感太重要了，它可以把你酝酿着的那个情绪，帮你推一把就把它爆发出来。谢谢。挺好，非常好。其实这一次我是带了我的小儿子来，因为刚好我的小儿子他是1岁，他刚到了会认人的一个阶段，他非常的跟我。但我觉得如果我要演这个缺了一块的感觉，可能要不要跟他隔离一下，不要见面。我拿你在深圳的工地上捡的，他不是拐来的。挺厉害。他正在讲安徽话呀，那个调调。压力大吗？还好，我的敌人只有我自己。
场面话。我可能会有10%的担心观众们会更喜欢爆发力强的，但是我觉得演戏这个东西得按照我自己觉得应该有的表演状态去演，而不被其他人影响。我感觉吧，得先给他本土化了，就按东北的演，按东北的演。剧本上写的名字是信贷，我觉得再说信贷这名字，那观众一听肯定跳戏，因为它就不像一个中国人的名。但是我的本名是李佳琦嘛，然后可能我怕观众也有点跳戏，所以后来就用了我妈的名字赵春燕，到时候希望给我妈一个惊喜。春燕 ，I don't do it。排练的时候，我对这个本子理解是，在这个社会上哈，就已经就这么惨，他妈也不管他了，他老公也打他。那是的。这个角色的那个经历啊，跟我自己本身完全相反，因为我自己就家庭也挺幸福的，就是你很难去想到说一个经历了这么多的女人，她的心理是什么样的。这场戏太难了，太难了，主要是演个当妈的，没啥经验还。我给你分享一下当妈的经验。可以。拍戏的时候自己娃死了干嘛？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要我的儿子怎么演，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不可能。后来我自己的女儿生病的时候，就是情绪就医生那怎么办？就是那个就直接起来了，就是我自己也会惊着，就会这么大的一个反应，就那个时候你才觉得你离少女就已经。为什么说生完孩子有当妈样呢？就那个状态就像当妈了。其实泡奶粉也是个技术活，对，新手妈妈必备技能。把奶粉打开，然后这里有一个精准刮。可以刚好这样一勺。那我们倒两勺。这个奶粉的好处就是它有超高的乳铁蛋白含量，可以提高孩子的保护力。我们晃奶粉就要这么轻轻的摇晃就 OK 了。那个时候我就会给我的孩子啊多囤几罐皇家美素佳奶粉。哇，黄岩老师他这么一分享，我觉得我不能去模仿就是原片，我就是想象着这个事儿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一个什么状态，去圆我自己，我只能。你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因为毕竟是两位前辈，有压力，但我不害怕。开始。这么多年，有可能很少出来拍戏。我的女儿有时候会问我说：“那大家都说你是演员，我怎么没看过你演戏？”所以我想说有一个可以让我演戏的地方并拍到几部好的一个片段然后给我女儿看。不可能的。对于这个剧目的方言呢，我自己是会担心我记不住，但我觉得你既然来到这个舞台应该要挑战一下自己，突破一下自己，我相信我自己是可以的。演员请就位。